你是什么星座？射手座。错，你是我的代表作。是什么血型啊？O 型。错，你是没有我不行啊。去上课的对象是裕达高职，高职你知道什么最多吗？女学生，好变态！洛丽塔、小布丁这些，不见了。我现在找什么？女子高校生，走，赶快去上课。青春洋溢的气息，因为我算是这个名师，名师之自然会有名师的光环。各位，名师的光环，我来教你们立刻脱单，撩妹天王 ，I'm coming。3、2、1，哎，坐下，坐下。我是来到黑社会的堂口，还是全部都穿制服，而且全部都男的？哇，洋气好漂亮。那没事的话就下课。请问在班上有没有女朋友的举手，超过一半以上，没问题，举手这些同学，我跟你讲，你们有救。同学们，把你们的左手举起来。我们来呼一个口号，我要恋爱，我要脱单，直销，直销，直销，我要恋爱，我要脱单，掌声鼓励。我要传授你们本人张立东的心法，撩妹的心法，就是撩妹三式。老师先问大家。请问大家对老师了解吗？不了解，丰厚的战绩，来，张立东 ，LB， 张立东，玛丽，张立东，鸡排妹，张立东，陈慧欣前女友，张立东，山上有氧，全部掌声鼓励。除了这些品质保证，请问我今天到底来上什么？其实我是很想示范。可是我放眼望过去，全对，一句话，没有女生。我们要找到女生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去找女生。等一下老师好不好？我现在要去找示范撩妹的妹。因为那个空间我觉得好舒服，我想回家，我想回家，我不想上课，太多男生了。我们现在一个女生班，我带你去找妹。你说什么？有一个女生班，我带你去找高中女生。女生班哦，女生班哦，都是女生的，全部都是女生。那你在等什么？走啊！嗨！嗨！哎，你们谁是班长？谁？有同学想要当我示范的对象吗？你很活泼是不是？我随便讲一个，有一天小赛走在路上，他就被端走了。这么捧场啊？还有笑声比你的笑话还要好笑，对啊。那这里好了，那我现在就要传授大家真正的撩妹三式，第一式叫做口头表示法。雨辰。请问一下，你是什么星座？射手座。错，你是我的代表作。啊，对，就是要这样，就是要这样。你是什么血型啊 ？O 型。错，你是没有我不行啊。哦。现在天气有点变凉了，你知道现在几度吗？28度。错，现在是爱你没法度。二是叫做学习表示法，这是一个目前世界上公认最难的一个数学算式。你知道答案吗 ？X 是 5 Y
是。为什么你知道吗 ？I love you， 掌声鼓励。最终一次叫做这个道具表示法，璎珞，璎珞，我找你找的好苦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就是御前带刀侍卫，富察傅恒。你知道我这一把是什么刀吗？什么刀？来，念出来。来困温刀。来困温刀，好走。你不能把在这里演过的都拿到那边去演。最后一招，为您介绍2018最新脱单神器——灯令天子灯，只要放在女生的手上，问说：“请问谁谁谁是你的真命天子吗？”是的话，真命天子灯就会嗯亮。权志龙是我的真命天子吗？没有，表示你们目前还没有缘分。那你问一下。好，那不然勉强一下，你问一下我好了。邓立东是我的真命天子吗？亮了，这么明显。道具啦。张立东，全子龙，张立东。好，就靠这一台，好不好？真命天子灯推荐给大家，谢谢。最后再呼一下我们的口号，好不好？我要恋爱。我要脱单，我要恋爱，我要脱单。哇，这你这一堂课几乎我们都看过，都演过了。观众朋友如果就觉得好眼熟啊，在哪里都不断的出现。这不是重播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中间还是有一些很精华，但是可能因为碍于长度有剪掉，剪掉。对对对，有一些新的。学生好像满意蛮高的，来一起来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到底几颗星？来来，张立东几颗星？一二三。五颗星啊！至少他们当作一个笑话在看，对啦，对，听听同学怎么说。觉得地方就是蛮好吃的，觉得还蛮适合，就是上课的期间还蛮有趣，上课蛮有趣的，我觉得蛮有趣的，教课比较幽默一点，还蛮惊艳的，我觉得很有意义，就是帮助我很多。学到 my man， 我没有学会，以后要靠他。你会对于朋友就是两位的吗？会，但是跟他的方式不一样。你觉得立冬是会受女学生欢迎的？他那么会讲话，应该吧？他外貌，外貌，跟我差一点。这是多问。你有什么话想要对立冬说？立冬，你真是撩妹之神，我真的好崇拜。立冬哥，你是我的偶像，我可以带你回时光。健康舞蹈，我现在要确认是要避开那个健康舞蹈。我们每个都有。没有啊，就看你自己甩的。OK， 都有。然后哪个是健康舞蹈？循循善诱嘛。没有啦，都没有。都没有啦，很高。每一个比较抛很高。一二三。如沐春风，因为名称无所谓，对，因为内容都是我们早就设定的，会不会就是春风来？来来来来，上道具，上道具，请问如沐春风哪一个字有健康步道？立马办，羞辱人也不讲，来五颗星，摸了摸了，还是这是六。没有什么，他真的脚底按摩，真的本来就有这个偷康 A 啦，对啦，对啦 ，K 了，你逮到了，女老师抱住气球，难免跑过健康舞蹈，还是丁老师到老师面前击破气，哎呦，这偷康啊，进化呢，阿东开始 ，OK 的，这次是好的啦，这次 OK 的啦，哎呦呦呦，哎呦呦，睡啊。上菜偷放鞋垫，立冬太瞎了，穷了，来，这，干，垫垫垫，哎呀，